好，y 等于 x 除以2加 cosx 嘛，就是找导数值嘛，就 dy dx 算出来，然后分别带这三个下去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有三个小题咯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 u 除 v 讲，旁边先偷算一下，u 除 v 是 uv 减 uv，对，前为后为啊，v 平方哈，心算啊，好，心算 x 2加 cosx，好，整理一下 dy dx 哎。啊，我直接做了哈，不写什么啊，自己心算啦、一乘上二加 cosx 减掉 x 啊，好，负 sin x 哦，好，整理一下都好，二加 cosx 加上 x sin x 对，可以啊，好，二加 cosx，好了，因为零带进去你是零嘛，哈，好啊，when 啊，好来 when x 等于零啊，这是 radian 啊，来 x 这个是零就零度，零 radian 这个就是90度嘛，这是180哈，大概你换成 degree 的话就是90度啊，这个 degree 是180度的意思哈，好来，零就是零度哈，好来，因为这个是 x 在外面啊，sin 里面的值这个用 degree radian 都可以，但是外面的话一定要 radian 啊，sin 里面东西用 degree 连的，但是外面一定要 radian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用 radian 哈。所以 when x 等于 dy dx 等于多少？二加 cosine 零加上零乘上 sin 零啊，好来，这个有平方，哎呀，猪头又忘了平方哈，所以二加 cosine 零的平方咯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二 cosine 零等于一，这个零乘上零等于零啊，这是三的平方咯，所以整理一下是三分之一，OK，整理啊，这个我就不讲了哈，来。x 等于零是这样啊，好来，when 这个零还好啊，零还好，OK 吗？好，when x 等于多少？二分之派的时候来了，注意啊，计算机怎么按？二加上 cosine 二分之派，加上二分之派 sin 二分之派啊，你怎么按来？好，你怎么按来？二加上 cosine 二分之派哈，好来。好，我教你一招啊，方法很多种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常用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可以用 mod radian 啊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就教你这个哈、570mx 对。好，第一步你 clear 掉啊，clear all 啊。第二个你的 mod 啊，应该是 degree 了啦，OK，我就教你用 degree 就好，OK 吗？mod degree，OK 吗？就简单好了啦。除非我们现场先教学的话，我再用 radian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好啊，degree 啊，你就这样按哦，来。刚刚有注解嘛？只要三角函数里面的东西，对，三角函数里面角度，你打你就按的时候你打这个啊，你因为你 mod 是 degree，你按的时候你打90，你不要排除二等会错，除非它 mod 是另外，OK 吗？三角函数里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三角函数里面的角度啊，三角函数里面角度，你用成这个好不好？同样道理，三角函数里面的角度你打成90就没事了哈。啊，在外面不可以啊，就是里面的角度换成度就好了哈，你就用一招打天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啊，来啊，OK，这样对你可能会比较熟一点，可以吗？所以二加上这是 cosine 90是零了哈，可以吗？这个二分之派照抄，这二分之派千万不可以换90啊，你是 sin 里面东西才换成 degree，OK 吗？好，这个乘上一，这多少？二加零的平方。所以这答案是好，二加上二分之派 over 四啊，OK 吗？好，你要整理成这多少？这样也可以，或者整理成多少？二分之一加上这样哈，一组一组会吗？这一组一组我不用讲了哈，基本计算你能搞定啊，OK 吗？这基本计算自己搞定，OK 吗？好啊，也就是说这一组啦哈，哎呀，我们怕教基本东西头有点痛，OK，四分之二二分之一咯，OK 吗？好，如果你不确定，你就写到这里就可以了啊，写这里也可以，OK 啊。好来，好来，在第三个呢，换什么？换，哎呦，换什么？换 x 等于派的时候啊，好，dy dx 等于多少？二加上 cosine 派加上派 sin 派对不对？OK 吗？来，二加 cosine 派哈，好来，你按的时候啊，好，有讲过嘛？你两种按法，一种在 mod degree 底下，mod degree 底下呢，你这个角里面的角度啊，
要讲，派要换成180 OK 嘛？你 sin 里面的角度啊，要换成180哈。好，sin 里面的角度要换成180 OK 嘛？哎，外面这个派不可以换啊，换180你就整个错完了哈。OK 吗？好，我教你其中一种方法，再讲一次，这是其中一种方法。好，二加上到 cos 180应该是负一咯，加上派乘上零咯，这个多少？二加上负一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整理下0001，好，OK 啊，好，就这样咯，好，加油啊！